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细语人生节目。今天啊，我给您介绍的呢是一位姿容端庄秀丽又带有几分淳朴的女孩。近年啊，她在这个荧屏上是频频的崭露头角。看过她演的几部电影，演技出色，给我的印象呢是非常的深刻。同时呢，她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影迷们的喜爱。那今天啊，我们一起来认识她。欢迎雪菲上我们的节目。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是新世纪的演员郑雪菲，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哎，雪菲哈，你在新世纪演了多少部片子了？到今天可能已经有13部影片了。那你参演的这个几部电影呢，最近在这个国际影展是频频获奖。那其中啊，有2部电影呢，听说你也荣获了最佳女主角的这个奖项，是吗？是，我参与的影片《归途》和《意外》就获得了女主角的奖项。我觉得也是非常的荣幸吧，这个奖项可能也是对我的一个鼓励。郑雪菲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在校期间以优异的成绩多次获得奖学金，并在上海市心理情景剧大赛中获得最佳女演员奖。毕业后，她参加了多部话剧、影视剧及广告的拍摄，以青春阳光的形象受到观众欢迎。2017年，郑雪菲来到海外，加入了新世纪影视公司，参演多部影片，并获得伦敦猎鹰国际电影节年度最佳女演员奖项。那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哈，投入到电影事业当中来的了？喜欢这个职业吗？我从小就是非常喜欢艺术，可能也是家人包括我的妈妈看到我有这一方面的一些天赋吧，所以就一直把我从这个方向培养。在我10岁的时候，他们就把我送到艺术学校学习舞蹈，然后大学的时候呢又非常幸运的能够考上上海戏剧学院学习表演。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越来越了解和热爱表演这一门艺术吧，所以毕业之后就自然而然的就做了这个工作。那你在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吗？我就觉得我的大学生活就挺难忘挺美好的。因为在那样的因为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好像每天都和同学一起在探讨表演，早上一起出晨功。很有意思的就是每天早上我们起床的动力就是晨课结束之后我们可以去学校的食堂里面吃到一碗腊肉面，好像这样就可以觉得很开心很满足了。然后每天晚上呢，大家又会在排练厅里面一起在练习啊探讨啊，我就觉得大学的生活好像人的想法就挺简单的，就是单纯的好像热爱这个事情，想要去把它学好。而且我觉得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包括我的老师，我的大学老师也给了我非常多的鼓励吧。包括我到现在我都还能记得他当时对我说的话，他说艺术是高于生活的，它是人们对于美好世界的那一种向往和寄托，所以我也一直带着这样的向往和追求吧，在学习表演。好，那你优异的成绩嘛，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是不是？那学得的知识呢，可以学以致用，一展才华了。那在国内有实现了你的理想了吗？确实是一开始就像您说的一样，好像大学学习了4年，然后面临毕业的时候就觉得信心满满，对未来的那一种憧憬啊，对未来的那种理想，好像就觉得我已经准备好要出发了的那种心情。但是真正的踏入那个环境吧，
你就会发现好像，你的理想和现实的这个环境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的。哦，那是怎么样的呢？这个电影圈内对我们来讲还是一个不为人知的领域。其实在我刚刚毕业的时候，我即将要很顺利的进入一家影视公司，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真好，好像我进入了公司之后，我即将就会有来就是迎来一些好的机会，好的角色让我去继续去发挥，或者是继续在表演上不断的提高。但是现实却是我每天都会几乎是每天吧，都会被带领着出席到各种各样的场合，各种各样的饭局，去见一些投资人呢、去见一些包括现在好像很知名的导演，然后制片人、制作方，然后我甚至被教导着在那样的场合里面，你去如何的让别人对你印象深刻，如何的让别人能够关注到你。哦，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 有一点不是很理解。你们是出来就是演电影、演戏嘛，表演戏哈，得到观众的这个关注。那你刚才说的这个关注，有一点不是很懂耶。这个关注好像，这个关注好像和我们理解的说，哦，你好像很有才华，来展现你的能力，或者展现你的才能，好像并不一样，他好像更在意的是你怎么样可以去迎合别人，你怎么样可以去取得别人对你的喜欢，或者喜欢也好，关注也好，而这样的方式呢，却是在我看来是，可以用低俗这么来形容吗？哎，雪菲哈，你是说要牺牲自己而得到这个理想的实现是吗？是。哦，那当理想哈和这个可怕的现实相脱节了啊，那热爱演艺事业的你怎么办呢？何去何从呢？对，当时在我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我觉得那种心态就好像，我就问我自己，我为什么要学表演？我为什么要做一个演员？我为什么要这么努力的去学习？难道我的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都去为了来面对我眼前这些让我觉得不堪的一面吗？这是我不想的，这也不是我向往的艺术，这也不是我向往的人生。所以当我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打击和伤害太对我挺大的，那种感觉好像我回到那时候还在学校的宿舍的时候，我回到宿舍，我就是痛哭一晚上，都是就是无法睡着，就是痛哭，抱头痛哭，我就觉得这个不是我向往的，这不是我要的，假如这个就是我所要面对的表演也好，我所要面对的职业也好，那我宁可要放弃它。年纪轻轻的他感到心力交瘁，在这个大陆演艺圈的大染缸里，选择靠自己或者做好人却成了异类，被边缘化。雪菲陷入了对未来的无助和绝望，他甚至每天早晨起来不知道起床的动力是什么，感到接下来的人生已经没有希望和意义。那你最后的选择是什么？最后怎么样，对，还是怎么样去面对？因为他现实就是这样嘛，是不是？是，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有想过要转行，我不做了，那我就不当演员了那我就不当演员了、我就
我去艺术机构里面给小朋友们当幼教，还去过美术馆里面给艺术家里当助理。甚至有的人问我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然后我可能我都不愿意跟他说我是一个演员，我可能更会说，我说我是一名老师，或者我是一个艺术工作者。在这个伦理道德都丧失的这个社会里啊，很多人都随波逐流。你呢，可是你呢却放弃了这个实现所谓的这个能够实现理想的机会了。那你为什么就这样与众不同呢？这可能就要从我的妈妈开始说起。因为在我从小的记忆当中，我的妈妈她就是一个体弱多病的状态。好像我的印象里面，我的家从来都是充满了中药的味道。我也曾经看到她因为被病痛折磨的在床上那种煎熬难受的样子。所以在那个时候，正好是98年，然后大法红传嘛，然后呢，因为我妈妈是老师，然后呢，我们家我的隔壁邻居也是一个老师，然后呢，他就，从他的远房亲戚那里，得知了说，法轮大法是一个祛病健身有奇效的这样的一个功法，所以他就为我妈妈请来了，《转法轮》这本书，然后妈妈就通过修炼大法，身体获得了转变，好了起，就是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健康。所以我在见证了妈妈的这个变化之后，我觉得好像那一刻大法在我心目当中就种下了一颗种子吧。虽然那个时候我还看不懂《转法轮》这本书，就直到我上大学的时候，妈妈就送给了我一本《转法轮》。然后之后呢，我就一直把这一本书带在身边。在大学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呢，有可能是因为学习的压力比较大吧，我经常都会失眠，或者是感到恐惧和不安。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会想到妈妈给我的那本《转法轮》，然后每当我感到郁闷啊，或者是害怕呀的时候，当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好像心里面就获得了平静，好像获得了安全，就很舒服。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了，我说，原来法轮大法是这么好的，这么好的一个功法。所以那个时候，我也在心目当中坚定自己说，我一定要做一个好人，一定要做一个有道德并且用真善忍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好人。在校学习期间，加上表演练习中角色的投入，需要比较大的情绪起伏，也会造成他莫名的不安。让他惊讶的是，只要拿起《转法轮》这本书，看完之后，心中就会很平静。也就是那个时候起，他从内心告诉自己，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道德约束的好人，不能随波逐流。对，从自我困顿到明朗啊，是怎么样的一个转变过程啊？您刚刚问我的这个问题也正是我所想要说的。也就正是这一本《转法轮》在我特别迷茫和无助的时候给予我了希望和力量。当时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翻开《转法轮》当中的那一句话，就是当他一想修炼，这颗心就这么一想，就像金子一样发亮，震动十方世界。我当时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就一下子泪流满面。我心里面就有一念，就是我一定要修炼法轮大法，因为我觉得只有大法能带给我力量，只有大法能
给我指明我接下来的人生道路应该是什么样的。所以在那一刻是什么样的，所以在那一刻我就决定我自己一定要成为一个修炼人。哎，雪菲哈，这个修炼了给您带来了怎样的转变呢？修炼了大法之后，我就觉得我整个人的内心都变得特别轻松自在了。我也意识到我过去我的那些痛苦呀，我的那些好像迷茫和无助呀，是那么的渺小吧。当我这个时候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好像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所以我再一次去看我过去的这一些选择，或者是我过去的这一些不愉快，我一下子意识到好像我自己在逃避，我自己在，因为我在面临了挫折之后，我好像就想要躲起来。当我仔细再回想我学习表演也好，我考学的整个过程，我都觉得这好像就是上天的安排一样，就是每一个过程你都觉得很神奇，就发生在了我的身上。多年埋在心底的种子刹那间生根发芽，他顿感神清气爽，痛苦、迷茫、无助都变得那么渺小。唯有真正的修炼，按照真、善、忍，才能让他勇敢地面对困难，才能让他保持健全的人格。此后他不再逃避，变得轻松自在，乐观向上。我的妈妈也知道我在国内的那个环境当中的艰难吧，她其实一直都希望我能够到海外。然后我修炼了之后，他也给我说在海外其实有很多自由且正义的这样的媒体呀，这样的影视公司。然后在妈妈的介绍之下吧，我也了解到了在海外的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一家影视公司，就是新世纪。然后我在知道了他们的这个情况之后呢，在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期望能够加入他们。在很多机缘巧合的情况之下吧，然后我就来到了海外，并且就很快地加入到了这个团队中。2016年10月，正当郑雪飞即将展开与大陆某家影视公司签约5年的谈判时，收到了妈妈早前的一封电子邮件。此时的妈妈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关在狱中。妈妈在信中说，有朋友引荐你加入海外的影视公司，那里将能发挥你的特长。收到这个邮件，雪菲虽然惊喜，但也更加思念狱中的妈妈。想到这是妈妈的夙愿，他忍痛几经辗转远离了家乡。来到新世纪哈，和过去这个电影圈有怎样的不同呢？那有太多太多的不同了。就好像在国内的那个环境下吧，在国内的那个影视的环境下就非常的复杂，就包括我们很多人都可以从新闻上呀，或者是网络上看到很多关于那个圈子里面的一些新闻和丑闻。但是我现在在的这个环境，我就觉得是我过去一直憧憬向往的这么一个艺术创作的地方。是怎么样的呢？我觉得在这里大家的那种工作状态都是全心全意的付出，那种无私的状态。而且我们大家都拥有着同样的信仰，对真善忍的信仰。并且在这个团队里面呢，
每一个人遇到了问题，他们都不会去指责对方，说对方啊，你做的怎么样不好，反而是找自己，我自己哪儿还不够好。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环境当中，我收获了很多，也学习到了特别多。这里再也没有那个饭局了，是不是？当然是没有了。还是要继续演电影嘛，是不是？那你怎么样对待你的演员这个职业呢？现在？当我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或者工作当中也好，或者是在拍摄当中，我遇到某一场可能对我来说很有挑战的戏吧，很多时候你可能会想，我真的可以做到吗？好像，挺有压力的。但是在这样的时候，你都可以从你周围所有人的身上，他们的行为也好，他们的眼神也好，获得鼓励和肯定，大家都会无条件的支持你，信任你，告诉你说，雪菲你可以，你能做到。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团队也好，或者是氛围和环境下，你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而且这个专业知识呢，还需要永远不停地继续，要不断地去追寻。是，对的。很幸运的是，我能够来到新世纪，能够来到海外的这个环境吧，能让我继续在这条路上前行，继续在这条路上不断地求索。所以我觉得我的愿望好像已经实现了。你演过了很多的影片了，也饰演过不同的角色了。我想请你谈一谈，你对这个角色的扮演，是如何去揣摩、诠释这个角色的呢？比如说你在演一部戏嘛，你是以你这个个人的特点、性格呢，去扮演深入你自己的这个角色呢，还是说以你的这个演技的魅力去扮演剧中的这个人物？我觉得我现在的在表演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好像和过去有了一些变化。过去可能我会觉得我是在扮演一个人物，或者是我要去塑造一个人物，而这个人物或许是我想象出来的，又或许是一个很虚拟的、很模糊的一个形象。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所参与的影片也好，我所饰演的人物也好，好像每一个角色、每一部影片都是和我自己息息相关的吧。然后很多时候我会觉得我并没有在演，我就是真实的用我的身心去给大家讲述着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真实的人物，一个现在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不是演员，好像我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在给大家展现一个人物，一个故事。特别是我觉得，我想到我在拍摄影片过年的时候，因为过年这部影片讲述的就是一个父女俩在中国新年的时候，因为我就饰演影片当中这个女儿的角色嘛，我就觉得这个人物他的表达，甚至他的台词都好像是我内心真实的写照。因为我当时正在拍过年的时候，我的妈妈也正在国内经历着迫害，她也是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修炼法轮大法而被中共迫害，关在监狱里。所以那个人物他的内心的那一种表达也好，他的台词也好，好像就是我要说的话，就是我要对观众说的。我对爸爸说的话好像也像是我要对妈妈说的话一样。所以每一个角色好像我都能从他们身上找到我自己的影子吧，也或者是我在饰演他们的过程当中，我也可以从他们身上
学习和收获到很多。就像我在演《归途》的时候，李雪的这个角色，我就觉得她的那一种温柔，她的那种善解人意的善，是那么的打动我。同时还有就是在抉择田静雯的时候，同样她也是在面临着这样残酷的迫害的时候，她却这么勇敢，这么坚强，在遇到这样巨大的压力的时候，她还能不放弃，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和坚持。我就觉得每一个人物她都有打动我的点，都有让我学习的地方吧。嗯，这么多年走过来了哈，就是走过来，你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我觉得我在饰演这些角色的过程当中，好像每一个角色都在成就着我一样。嗯，我觉得我最大的成就感可能就是，我们新世纪的影片能够真正的打动观众，感动观众，而且近年来我们的影片也获得了国际上100多个国际电影节的奖项。新世纪影视自2018年成立以来，至今已拍摄了40多部优秀影片，并获得了各类国际电影节奖项100多个。新世纪影视就像一股清流，将人性最传统、最本质的美好与善良的讯息向四方传递。雪菲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找到了一片净土，使她像浊世中的净莲美丽绽放。所以我就觉得特别的荣幸，是你就觉得哎呀，这一个过程怎么样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而且在这个团队当中，我们最大的憧憬就是我们创作影片的动力，就是希望能够更好的去传播和弘扬中华传统的文化和中华传统的道德，去弘扬人性本真的美好。哇，太棒了，真是。那在这滚滚的红尘中，还有这样的一群人坚守着那份传统美德，实难可贵。雪菲，祝你在今后的过程中更创美好佳绩。谢谢，谢谢您。好，谢谢。好，观众朋友，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集节目时间再见。